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ie， 你们的婚礼策划师。那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我们叫 XO23 呢？ XO 是代表着 Extraordinary， 不管在任何的服务或布置上，我们都会加上附加的价值。那23呢，是我的 Lucky Number， 也代表着爱。XO23 是从事婚礼策划行业和婚礼布置的。那我相信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份使命，那 XO23 的使命就是把每一个婚礼当成是自己的婚礼来对待。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去策划一本属于 XO23 的 Wedding Notebook 和 Wedding Box。 XO23 的 Wedding Notebook 呢，是希望每一个新人得到公平的对待，因为里头呢是包含着很多关于婚礼会做到的事情，也希望不会有任何的遗漏。那我们也会一步一步带新人呢去策划整个婚礼。 XO23 的 Wedding Box 呢，是我们精心为客人打造的一份礼物，里头当然有包括我们的 Wedding Notebook、 我们的 Ring Jar、 我们的 Wow Card、 还有 Thank You Card， 还有一些呢是增加我们拍摄效果的物品。我从事婚礼行业呢已经将近10年了，那 XO23 呢也创立了4年。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在一个行业里做了这么久？其实 XO23 有一个愿景，就是打造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新人的还有长辈们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婚礼主题场地，再加上酒店式的服务。一份工作如果有初衷、有使命、有愿景，能够让我们的团队更加的用心去对待我们的客人。我们在2020年成功创立了 XO23 Color Art Factory、 23 Cube Studio、 Elia Academy， 希望接下来可以创造更加多的奇迹给大家。 We are magical. We are talented. We are glamorous. We are impressive. We are classy. We are concept. We are essence. We are outstanding.